大家好嘛，我是 Mia， 我回来了，多谢看我的片。这集我们去大阪吃不同的美食，去吃一个河豚餐，究竟好不好吃呢？去埋寿司郎吃100英寿司，大喜水产的分店不用排队，还有去埋黑门市场，我们 Go Go Go！ 记得订阅和赞好啊！现在去吃寿司郎啊，哇，欢迎我们。千日前呢间分店咧冇咁多人嘅，因为妈咪想食呢个寿司郎啦，咁所以咧我而家就嚟咗千日前嘅寿司郎啦。啱啱点咗汤流啦，同埋呢一个期间限定嘅松叶蟹棒嘅寿司，只系一次100英，系100英，即系6蚊，好抵啊！日本嘅寿司郎真系好抵食嘅，我梗系会狂食汤流寿司啦。即系唔使睇价钱就咁叫话，你估埋单几多钱？啱啱叫咗呢个熟嘅汤螺俾妈咪食，我就食生嘅。我超中意呢个，呢个系105英嘅寿司。呢几碟都系9蚊啊，105英。1000英唔见嘅寿司已经算系呢度最贵嘅寿司嚟噶啦。要啊，300几，390英，要3只。因为3只咯。嗯。好贵哦。要上一个松叶蟹棒拉面。松叶蟹拉面，几好味。系沙拉多炸蔬菜，埋单嘅时候睇翻个价钱，真系平到你唔信啦！5390英，300蚊都有找啊！啱啱食完寿司郎啦，而家好饱好饱，但系咧，我哋而家都仲要去黑门市场，因为咧行过去前面好近。行去前面6分鐘左右啦，呢度千日前行翻过去，前面就系黑门市场啦。妈咪，你喺边度啊？好兴奋啊！入咗嚟黑门市场呢一度啦，啱啱咧我哋行咗去一间买豆浆，好浓好浓嘅豆浆，系百年老店。佢係好熱啦，同埋咧呢個係熱嘅，因為冬天同媽咪有人一致。我哋買嘅時候咧都有好多本地人去買嘅，大家認住呢間鋪頭，經過嘅時候要試下。喺豆漿店隔離咧有間賣紅豆餅嘅，有黑門個字係咪啊？有個黑字，黑門個字。是好吃的，同埋佢啱啱整起咯，要等10分鐘。我發現咧，原來呢度有一間食蠔嘅放題咧，好抵喎，佢係3000幾英咯呢一間，叫做黑門娛樂。我都好中意食關東煮嘅，經過咧呢間關東煮嘅鋪頭咧，681唔太貴嘅。黑門市場的另一個入口咧，我而家要咗一個鵝丁，係關東煮，好香啊，熱辣辣。好味啊！因為咧係可以揀你中意食嘅鵝丁、關東煮嘅材料啦，揀咗呢個，啲湯汁好好飲，好味。我哋再周围行下，因为头先我哋食咗寿司郎啦，所以咧有啲饱嘅。有啲铺头咧见到啲食物价钱真系好贵啊！呢个北海道海胆一个要3000英。啲虾3000啊，妈咪，啲虾3000啊，3721。台英嗰边系2500一只啦，嗰啲船要系啊，不过啲女仔啲话提出嚟要。呢间嘅虾2500英，即系130几蚊港纸一只啊！都唔系每一间价钱都咁贵嘅，呢间嘅蚝都几抵嘅，800英一只。之后经过咗一间卖生果啦，同埋有啲牛肉串嘅铺头啦，300英一串嘅蜜瓜咧都几抵食嘅，俾佢吸引咗，我哋买咗2串。
100 yen 一嚿嘅。你次次都系咁样嘅。我说明天去，百分之五浓浓，你敢大胆说？好甜，好甜吗？这个关公柱是一件200 yen 的，看清楚才好买啊，妈咪没看清楚就买了。这兜的要1000 yen， 还要是不好吃的，这个是一个200 yen。 第二天我们就去大丸百货去做什么呢？十楼呢就是大喜水产啊。刚刚入到来 大丸的十楼呢有一间大喜水产，原來已經開咗啦，未夠11點鐘，咁我哋就過咗嚟食嘢先。有啲咩期間限定？我哋叫咗呢啲香南魚啦、拖羅啦，好抵食。哇！呢件拖羅同埋件都係連埋税600多英仔，超抵食。冇錯，我是不停食大拖、中拖、赤身啊，唔食真係對唔住自己100000個美女啊！價錢真的好抵食，有冇睇錯？赤身是100 yen 兩件啊！好抵食嘅，呢度冇乜人過嚟食咧，唔使排隊。都是6600多英嘅，落咗嚟下面呢度，谂住买啲靓啲嘅手信，好正啊！所有嘢都好想食。呢件系栗子酥皮波波，又咧好好食嘅，入面系栗子啊！而家买翻几嚿翻香港食先。买栗子波波嘅店员提我哋咧，买呢度嘅食物系可以退税嘅，大家记得退税啊！跟住咧，我哋见到好多本地人去买呢一只蛋糕啊，跟住佢哋买啦，我哋咧就拣咗呢几款嘅蛋糕啦，可以要埋个盒咧包装嘅，包装得好靓啊！呢日我哋就去咗食河豚料理，喺深沙桥附近嘅发善子店。我拣咗呢一个河豚色啦，可以饮埋隔篱呢一啲浸饮嘅。汽水啊，或者酒都有嘅。我哋呢個河豚色咧，係比六品咧係多咗一個炸嘅河豚咁樣咯，13500 yen。我哋揀咗今日食河豚餐，同你一齊食，好開心啊！我嚟咗河豚餐嘅前菜啦，呢個咧係河豚嘅魚皮啊，佢咧係酸酸地啦，同埋有啲蘿蔔蓉咁樣嘅。呢個咧就係河豚嘅刺身，前菜嘅河豚皮啊。好鮮韌啊！係啊，佢個醬汁係酸酸地咁樣咯，好味。呢一個河豚嘅刺身咧，切得好薄啊，好透，好通透，鮮鮮韌韌嘅河豚刺身嘅好食。呢個係炸河豚，好味啊！趁熱食啊！好。佢個味道咧，我覺得有啲似雞肉味嘅。哎呦！你大家梳落我度。啖啖肉喺呢個炸河豚嘅肉咧，好大嚿啊！都好味，食落咧好似雞肉咁，同埋好彈牙。呢個係河豚燒酒，好香嘅。河豚旗嘅燒酒佢好香醇，而家叫媽咪試一試。是不是很濃啊？很濃。我們來了河豚的生活食物，每一件都很大嚿。河豚的肉是很鮮嫩啦，還有很有彈性的，很有鮮味的。好厚身啊，這嚿。這裡的河豚都很大嚿啦，還有彈彈肉的。之後我們還吃一個河豚湯飯。
这个饭简直索晒河豚的精华，超好味啊！最后有这个甜品雪糕，原来这里是叫啤酒是一支用的，叫多了一杯梅酒。我们刚刚吃了27000元。我们对面呢是一个小型的厨房，他们在烧河豚肉，应该很香啊，刚才在烧蟹肠800英啊，这里也有蟹吃的，但是烧几只蟹已经是6800英的蟹，我们觉得不是很抵食，所以就冇揀到。呢一日咧好早起身啦，我就叫妈咪陪我去食 pancake 猪柳蛋汉堡，都几好食嘅。面层个 pancake 咧系甜味嘅，同埋呢啲芝士爆出嚟都几好味。返机啦，翻到香港，爸爸嚟接机。多谢你哋睇我嘅影片啊！今次我同妈咪去旅行都玩得好开心啊！我想拍低每一个画面给妈咪看，还有给更多旅游资讯给你们。如果你们还没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订阅键赞好这条片，留言给我，还有分享给朋友看。我们下次见。